那我们要这首大合照，还是要下一首来大合照？下一首好。然后呢，下一首歌。有请史大来介绍啊。我们有请史大来介绍。我们下一首歌是，就是我们史大的创作。你有声音吗？哦，他好像他麦克风没有送来，我把麦克风给他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把讲好是他们要讲的这首歌没有，自己写歌自己介绍。哦，好啦，下一首歌叫《天亮之前》，就是可能没有来现场的人应该就没有听过的歌。然后这首歌是在讲个关于搬家的故事，然后整理自己的回忆这样子。北漂青年的故事。没错啦，我住台北。就简单，简单扼要，对。好的，然后呢？好的，这首歌太少拿出来用。好，反正大概这首《天亮之前》也是目前还没有上架的作品，然后之后可以期待一下。
想象你还在这边，天亮之前送给大家，谢谢。你们没有多喝水，真的超热的耶。